南投市的三县长今年扩大办理吉安庆城社土义招待典，对今仔日开始，甲礼拜五连续五天的活动拢真精彩，亲像有百年大桥、放水灯、甲普渡以及艳龙的等宗教仪式，是真有看头，也佫有真侪小食甲民俗单位。上尾仔一天的暗暝，也阁邀请到明华园来做表演。三平乡的主委之一刘桂柯雪华，嘛要邀请大家做回来到老街。算台湾规模上大的美容，即马来到南投市的三兴宫，就会当看会到。为期五天的吉安庆城社土义招待典，今日伫三兴宫盛大展开，现场也阁有百年大桥、平安桥、歌戏以及普渡、宴王道等各种宗教仪式。南投县长林明进邀请大家做伙来参与。今日啦，是咱三兴宫哦，即、這个社土的起鼓啊，每一工拢真济活动啊，欢迎哦咱官民啊，会当来咱三兴宫遮吼，来看即咱的社土的即种种的活动，真正精彩吼、哦。咱有较重要的活动，就是伫礼拜四一点十五分有一个放水灯的活动，咱的拜四三点有一个正式的普渡三千度的开香，即个真济好朋友拢来甲咱赞助，来给咱展铺。如果讲恁呢会当来开箱是上好，若是讲一寡物资无买摕到当夜，咱就会改集中起来来送予一寡慈善团体。尤其伫拜五暗时，三兴宫嘛特别安排接驳车，提供予需要的民众，邀请大家做伙来收看明华园的大戏。即几天现场嘛有安排真侪小食甲民俗摊位，活动内容是相当精彩。拜五透早迄一天是十点的一个宴王道，宴王道就是邀请到众神的当来咱地方遮吼，共同来甲咱闹热。伫咱拜五暗七点，咱有邀请到明华园，还有很多的歌星来做演唱，邀请到咱所有乡亲的当共同来参与。伫这段期间，咱有真难得有这个五方的龙神团，这东西真难得的一种艺术的表演。那欢迎在这五六天当中呢，所有的好朋友可以一起跟我们共享盛举。南投市三兴宫的百年大桥活动，为今日开始，一直到十六号为止。担任三兴宫主委的立法委员柯淑华，邀请大家做伙来到早节。记者林信聪报道。